系全黑套装，新的创作中展现肯定自我态度。周雨天首张正规专辑《敞开胸怀》，挥别负面情绪。那里面，有非常多出道以来在追寻自己梦想的目标。有一些照片，它可能，比如说有一组床照的，那原本好，那不然我就分边翻给大家看。暌违五年发片，词曲一手包办，还同步出写真，就连弟弟周兴哲都敬佩他的努力。而周雨天也透露，私下会请弟弟指点唱功。唱的时候，我都习惯很用力的去唱一首歌，然后他就跟我讲，就是其实你放不要那么大力气，因为有麦克风，你的声音清新自然的把它传送出去，就比较稳。新歌我也都给他听，让他给我，因为他意见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唱而优则演的周雨天也首度跨足电影圈，在一杯热奶茶的等待当中饰演痴情暖男阿问。我觉得角色跟我个性其实有差，因为他是比较属于沉稳一点。因为这次是算是第一次演戏，然后导演帮助我很多，因为有的时候刚开始可能台词会念得比较卡。跟女主角吴子飞对戏，在韩流的情人节当中痴心等待爱人现身，电影也准备在圣诞节上映，疗愈观众。巧的是弟弟周兴哲同为歌手，近期也首演电影。想跟他说，就是他包我的场，我包他的场，这样交换，两个互相捧场。对对对对，周兴哲在新电影演出不断帮忙买早餐的暖心学长，预计2022年上演一段校园青涩爱恋。两兄弟都以歌手身份出发，再挑大梁进军电影界，演艺之路相近的两人相互鼓励支持彼此梦想。 TVBA 的新闻陈黄宏婷台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